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88面，最后一行，最后一字看起，净耶稣佛言令变了，悟令在卡，国法变在，由诸菩萨说法之地边，称为数无碍地，数无碍界，或数无碍边。这段咱刷着头前，这个第34愿，现谈法要愿，现谈法要最重要的就是辩才。在一般世间学校内面，这门课程就是教学法，在佛法里面讲，就是智慧辩才，是一个意思。这是一门学问，咱必须爱理当理解。净耶稣是中国隋朝时阵，慧远法师的注解，所是经的注解，伊做注解。伊住伫静雅寺，中国的鼓励，对于一个人的尊重，若未清名，连字都未清，清伊所住的所在，清寺庙。静雅寺，慧远法师，伊甲咱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，这名是完全共款。咱也咱净宗第一代祖师，生伫当今的时代，这个法师呢？是生在隋朝时代，大概甲东朝就真接近咯。隋唐，因为隋的这个年代无长啊，隋啊甲唐啊真接近。咱啊常常讲隋唐，啊东朝啊享国将近300年，隋真短，几十年啊就亡国咯。也注解内面对这个辩才这两字有简单的解释，言令辩了，辩那是说明，啊，咱现在供应辩证法，理哲学，伫佛法内面讲因明，拢是辩证的一种学问。就伫哲学内面讲啊，伊也是纯粹的哲学，就是讲智慧咯。了咧是明了，同计变咧，然后你才真正会当明了，这就称之为变。悟令在卡咧，悟是言悟，言悟啊。非常显卡，
古人的才干啊，显卡，这个啊合起来呢，成就一辩才。因为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教学，这个诸位要知影。那那常常提醒，因为今仔日的全世界，拢把佛教称为宗教，真侪人误会讲佛法是迷信。咱袂当讲无来加讲几句啊，袂当讲无常常来提起。我伫少年的时阵，甲大家是同款，也认为讲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所以从来都毋捌去接触过。连即个寺庙都拢无去啊！也有当时啊去观光旅游，看这个古代艺术啊、建筑，看这物件呢，也佫看到出家人咧做法会、超度的这个佛事，这个。给我一个真错误的观念，那是佛教专门是为世人服务，这误会太大了。我有佛的因缘啊，是少年的时阵爱好铁行，对台湾甲彭东美先生学铁行。彭老师真慈悲啊，甲我讲一部《铁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《佛经铁学》，当时我非常着惊，佛是宗教啊，是迷信，宗教内面啊，伊是啊低级的宗教，哪会讲有铁学呢？宗教内面高级宗教就一个神，低级的宗教叫做泛神教，真多真多神啊，什么拢拜，这属低级的宗教，所以阮家己也认为是低级的宗教，哪有什么铁盒啊？老师啊，跟我讲，伊讲你啊少年，你啊唔知呀。释迦牟尼佛啊，是全世界啊最伟大的铁学家。佛经铁学是全世界铁学的最高峰，啊，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也是上着伊这种课，才把观念转过来。用心来认识伊，啊，真不容易啊！若讲无这个缘，我一世人拢袂甲伊接触，真正是古人所讲的“如遐至宝，当面错过咯”。佛法确实，这将军啊，这两千年在中国发扬光大了。啊，英国滕文碧讲了无错啊，古代的啊，中国人心量大，会包容异族的文化，就是指佛教，伊对印度传过来，中国人会包容。会甲吸收，佛教呢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，这是滕文碧讲的啊。滕文碧对中国文化
伊迄种的认识，超过咱现在一般人，咱现在中国人家己都唔捌啦。我个人伊捌啦，而且伊也讲出这种话，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即社会问题。你看现在社会混乱的问题，只有中国孔明学说甲大乘佛法。是不是真正呢？如果啊，你对这两项物件真正深入研究咧，你就知影讲伊讲的话一点啊无错。问题现在关键伫倒位，一般人袂认识啊。你甲伊讲，伊也听无啊。唔免讲一般人听无，专门研究汉学的人，伊也听无。这个荷兰啊，非常失望啊。我伫2005年、2006年两摆访问伦敦，特别去看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、甲伦敦大学，这三个学校伫全世界排名前三名。我访问因的这个汉学系、欧洲汉学系中心，就是这三个学校，特别是伦敦大学。伦敦的名咧，不如啊，这个牛津啊，甲剑桥。但是伫汉学方面来讲咧，伊是啊第一。伦敦啊，汉学的研究超过牛津啊，超过剑桥。所以我两摆去啊，这个、学校访问啊，甲因的这汉学的同学交流啊。我甲因上一堂课，甲因的教授交流，我就提出这款话，这话是你英国人讲的啊，滕文碧教授，无一个人唔知影。我问伊啦，恁当时研究汉学，用佛经伫咧写博士论文。用明主王维，唐朝的这个文学家，伊写博士论文，我真佩服啊！伊那讲的是标准的北京话，我不如伊那读中国的古书。所以啊，至于这个学系，那无需要用英语来翻译。我伫课堂内面来问因，同比这话，你相信无？大家还对我笑笑，无讲话啊。啊，听几分钟，我讲伊敢有讲错呢？也无人回答我。最后我甲因讲，王腾文碧无讲唔对，咱家己话啊解脱错咯。安怎解脱错呢？今仔日讲到孔明，恁头壳马上就会想到《四书》五经十三经。讲到大乘，一定就想到华严、法华、佛智，这些大经大论，这拢是因的功课啊，拢是因主修的物件。是毋是会帮助今仔日这个社会？真正唔敢讲话咯。我提出这个问题，啊，恁反映的是孔明的这个回顾啊。就像我同款，那是回顾，是佛法内面的回顾，好看呢。那个物件内面太高深了，谁人会捌呢？包括咱伫一生的研究，拢无一定会理解内面的奥秘啊。
安怎能帮助社会？我刷了就跟因讲，我讲花果对倒位来，枝干生出来啊，枝干对倒位生出来，根本生出来啊，有根啊，根是歪啊。我讲啊，这个孔明的根恁知影无？大雄的根你知影无？我一个给点醒了。孔明的根是什么呢？弟子规啊。道家的根啊，太上干偏；大乘的根，十善业道。伊若无想到这点，儒释道这三个根的教育，若是会当普遍来推行，社会马上就安定。爱偌久的时间呢？咱真正有去做实验，去咱的安徽庐江汤池做实验，3个月，社会风气完全变了，阮家己拢毋敢相信啊！人民哪会讲遮好假呢？这实验证明两件代志。咱诶老祖宗讲诶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证明一点，人性本善。第二个证明，人民是非常好教，只是讲你无去教，你若甲教，真紧伊就会觉悟，伊就有智慧啊，会当辨别善恶，辨别是非。知影咱啊，日常起心动念错误。中国即个族群啊，伫全世界上界知影教育的。中国的教育起源太早了，政府正式啊设立官员主管教育，什么时阵呢？历史上记载姚王的时阵，尧舜啊。距离咱现在啊4500年，政府正式成立，而且地位真高。迄个时阵的朝廷就是啊，政府啊，官的这个名呢叫做统宰，统宰就是总理啊。啊，统宰的下面，这就是部啊。现在啊，就是公部，总理下面这是部啊。第一部，司徒。司徒是教育部，管教育的。啊，以后官的这个名称不同款，但是性质都无变。这体制啊，无改变啊，一直到完成。你看，在上下面的有六个部。第一个礼部尚书就是部长啊，礼部啊就是教育部。由此知影，伫中国啊，4500年拢是甲教育排伫第一。你细心去观察，所谓行政拢是为教育服务，所以这个国家几千年来长治久安啊。靠什么呢？靠教育啊！所以中国人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方法，这个必然才是上方法啦。有教育的经验，有教育的成果，这个政权稳定了后，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拢会当到250年到300年。啊，中国最长的周朝800多年。商朝600多年，汉400多年，靠什么？靠教育啊！只要把人教好咧，所以中国是什么社会？读圣贤书了后，你就知影，中国立国的制度是圣贤的制度，圣贤的社会，
圣贤的政府啊，圣贤的民族啊，你袂当无佩服啊！啊，咱对滕文碧致敬，滕文碧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确实啊，有真深的深度，伊会当提出即个话咧。除了中国传统学术啊以外，即、这个世界乱象无任何方法会当解决啊，也就是讲无任何的方法会当救今仔个世界。呀，孔明学说啦，到底是咧讲什么呢？我常常问大家，你用一句话来回答我，麦啰嗦。大乘佛法是什么呢？唔免讲遐侪经典。你家己精神方法讲出来，孔明的精神，你念仁义，仁者爱人啊，义者顺理啊。义是甚物？思想、言语、行为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叫做义。人是推己及人，想到家己一定要想到别人。人者爱人啊，有家己想，迄、那个人是两个人。人里边啊是一个理啊，想想想到别人，中国历代帝王念念想到人民。那讲即个皇帝只想着家己，无想人民，即、这个国马上就亡。你看每一个朝代，每代皇帝就犯着即个错误，犯咧偌好啊！开国嘅帝王立落来犯好啊，伊无遵守法，伊就亡国。伊若世世代代咧遵守，伊个国家绝对袂亡嘅。任何一个朝代拢嘛是安尼啊！我甲彭先生学铁学，彭先生捌甲我讲，伊讲伫全世界古今中外即个法叫宪法，帝国个大法。伊甲我讲，最好啊，也是周礼啊，就是周朝个法。伊讲，如果周朝后世子孙拢会遵守咧，中国啊，今仔日也阁是周朝，也是周啊。迄个法是啥人定？周公啊。周公无一点仔私心嘛，念念为国家民族，为啊人民的福祉啊。无想着家己啊，无想着家己的家，大公无私啊。老师啊，当年劝我加去甲看一下，我一边也毋捌去看过啊。因为以后学佛咯，学佛全部精神拢放伫佛经了，对即个物件就无兴趣咯。但是老师甲我讲的话，我记较真清楚，因为讲了几落遍。甲我讲的，这个话啦，非常有价值。我是真爱读古书，周礼都毋捌去读过啊。我喜欢的就是啊，《礼记》。周礼是帝国的大法。义理是修身啊，
这一届大患啦。啊，就类似帝国兵天下，《礼记》内面啊，记一寡史书，凡有礼的这个理论部分，以及啊，日常基本的一寡行为，像《弟子规》咯，在《礼记》的内面啊，就是曲礼加礼节的这两篇，拢是讲咱做小朋友。初期读书的时阵啊，应该都要守的一寡规矩。伫家庭安怎侍奉父母以后啊，拢嘛偏伫个即个《弟子规》的内面啊，《弟子规》评啊真好，只有啊1082。啊，甲即内面的物件几乎啊，拢嘛包括着咯。细说迄是《礼记》啊。你才能够详细去讲，这物件好啊！现在无人咧读咯，也无人讲起这个代志咯，所以非常的轻松。中国传统文化守护了200年咯，头前也是晚清最后的100年守护咯，有讲。有工学的已经无人做了，认真去做无人了。张国藩先生看到迄当时社会现象，世风日下，真忧虑啊！啊，咱伫个文章内面看到啊，张国藩伊个时代，甲咱现在都相差200年。200年前啊，慈禧太后主政，甲清朝祖宗的生活最重要一条啊，伊也家己也会读，迄就是宫廷内面，就是康熙年代定的。经常啊，不断啊，你请卢锡多的，用今仔话来讲，学者专家，伫宫廷内面的教学，皇帝带着嫔妃、文武大臣，逐天啊，接受教育啊。即个造成空前盛世啊，康熙、乾隆将近200年的盛世啊。中国伫迄时阵，国力是全世界上强的啊。慈禧家己啊，会读咯。会读国家大事，请教啥人？无请教这专家学者咯。伊真正去创迷信咯，伊爱胡乱。伊问鬼神，你讲会害袂？这专家大事甲我讲，满清亡国是亡国伫胡乱呐。啊，鬼神呀！无听这个学者的话啊，这个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，伊唔无爱听呀，听鬼神呀。所以啊，在迄个时代，学习的风气那就啊真盛，实际上啊，已经都是啊阳奉啊阴违咯，自私自利呀，名不利用。渐渐的上升啊，所以张国藩先生刚刚真正忧虑啊。满清亡国了后，民国成立到今啊，你100年了。这100年啊，那讲无人依照这个传统啊文化去做，连讲的人都无了。满清万年啊，还有人在讲。现在连讲的都拢无了，
所以啊，咱对于中国啊传统文化的亲疏，比袂着外国人啊。像外国人学中国汉学，学中国的这个历史，比咱了解较侪啊。像咱今仔伫外国，常常外国人问起来的时阵，咱袂当回答吧。伊问你一个讲，李太白是甚物时阵的人？你知影无？啊，真侪人讲袂出来。啊，这是唐朝一个诗人啊。要那问你过去典章最多，搁较嗨，搁较生分咯。所以中国危机啊，古早时阵讲不在政权，政权算是都无关系。啊，咱中国传统政权啊，是捌和元朝蒙古人处理代志啊。元朝是蒙古人啊，清朝是满清人啊。但是文化是无遗失啊，一定是会当复兴的啊。文化若是讲被灭去了，这个民族啊，永远都袂复兴咯。真正就是讲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三个拢亡咯，最后剩了中国。可能中国伫30年以后咧，啊，中国这个最后的一个文明古国啊，也无去咯。任何力量啊，袂当亡中国，只有中国人家己。唔相信老祖宗，也唔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咯。伊为什么唔相信？伊毋捌啊。这个互人感觉到真正悲哀的这个代志。啊，今仔日咱有责任啊，要甲中国传统文化搁再兴起来，安怎兴起来呢？提倡读古文，不困难啊！古文读起来真正趣味啊，真正精神神牛啊！我有迄个时阵，因为佛经最慢的翻译是宋朝、南宋，南宋以后几乎是无什么新的物件出现。啊，对这个汉朝到这个南宋800多年啊！这个时阵，佛经大量传来中国，翻译做中文，翻译文字翻得真好。我对这代志也捌问过彭老师，因为彭老师对佛经真有研究啊。伊最后甲我讲这佛经贴合，我怀疑的这个问题，就是讲迄个时阵。大量梵文来到中国，翻译了后，为什么原来这个梵文啊不保存落来？现在拢丧失了，找无咯，这是无应该的代志啊！老师听到我讲的这个话，就哈哈大笑。我真正着惊，这有啥物通好笑呢？伊讲你毋知影。古早时阵啊，中国人甲现在无共款。现在中国人啊，对民族啊，自信心无去咯。较早的中国人啊，迄种豪气、智慧啊，真正是世界独一无二啊！伊讲中国啊，甲即个印度的即个梵文。换做中文啦，毋若讲意思，一点啊错误都拢无。文理啊，比梵文的文理也搁较华丽，也搁较好。换一句话讲，学佛读中文的译本就是英语啦，迄个就会当毋免咯。你讲即种的气概，也不得了咯。哪有亲像现在中国人遮尔可怜啦、啊？现在中国人对家己无信心啊！
啊，我旧年伫台湾宜家周边住了八个月，到以后我才知影，周边啊，隔3个月就医药好咯。为什么我住遐久呢？台湾有真侪佛教徒，尤其医生啊，毋通真紧甲我医药好，慢慢甲我医，安尼甲我拖啊拖真久啊。啊！伊喙齿诶期间也有伫讲经，讲经无中断，所以我就无所谓咯。伫台湾啊，境界即个朋友啊，诚多啊，来甲我访问啊。甲伊谈虾米呢？所以我就找一个同修，恁去找一本三民主义互我看，我才会当啊，找一仔单位资料。因甲我找着咯，我即个看迄是岩浆果啊，孙先生诶岩浆果，伊用啊那像是二十处诶，即个岩浆，民族主义，伊即个主义是啊讲6摆啊，但是民族主义是讲4摆。啊，民族啊是6摆，民权6摆，民清4摆，所以啊，这个分量唔是真多。我伫民族主义第四讲内面看到一句话，我真着惊，但是毋捌听人讲唔记啊，这重要话，为什无人咧讲呢？孙先生讲，伊啊是一个留学生，少年啊伫外国，对于即个世界局势啊、大事啊，伊知影真多。伊讲，外国人比咱中国强呀，即两项代志，一个是机器，咱中国不如伊啊；另外一个是科学技术，除即两项物件以外，伊若拢不如咱中国人。特别是啊，政治铁学，因也应当是来向中国学习。这个话太重要了。啊，所以咱毋通讲什么代志拢学外国人啊。现在外国人已经行到弯路了。种种的危机啊，出现了。所以外国人提出一个什么口号呢？地球的末日啊，就世界末日要到了。末日是安怎形成呢？这佛经上有啊。佛是怎样跟人讲呢？人违背着圣德，这现象就出现了。什么是圣德？中国老祖宗所讲的五伦是圣德，五常也是圣德，四维也是圣德，八德是圣德。今天你用这物件来讲，完全相违背咯。呀，灾难就现前了。这个灾难会化解未？当然是肯定的，会啊。只要你回头。连科学家都拢甲人讲，现在大家拢想着2011啊，2011的这个灾难的这个预言，全世界科学家有一半肯定，伊讲有啊，有一半伊也无安尼咧想，伊讲阮核对这是就有这代志，但是不只有，哦，这个世界走向毁灭。无遐严重啊，这是另外一半人的看法。啊，美国有一位科学家，布雷丁先生，伊讲，2012，这个灾难预言，是世上，像地球上的居民。
是即摆反省，一个契机。只要地球上的居民会当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就会甲地球带来更加美好的明仔载。这个话甲佛经上讲的同款啦。问题是啊，地球上的居民是毋是会回头呢？是毋是会放下自私自利呢？是毋是会放下名门利用呢？亲像共产党所讲，人人拢会当专心啊、专意为人民服务，这个地球马上就是进入世界了。啊，咱念到这个经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甲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，无别项啊。伊个世界甲咱地球是同款的啊，只是因个居民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育，人伊教甲真好啊。大家也拢是善人啊，那是善人上善，善到啊顶尖呢。大家拢是善人啊，所以感到山河大地，这你啊，比仙啊，超出一切世界，是人超出啦、啊。为什么人仙，山河大地会变好呢？人心不仙，伊就会变歹呢？是大乘经上啊，常讲，佛经上两句话，咱必须爱记：相由心生啊，境随啊心转啊。应是咱的居住环境，居住环境随着咱的心在咧转。你唔通认为讲树木花草啊、山河大地啊，伊无知，哎，你错了。伊会看，伊会听。伊了解咱人的念头啊，咱念头善，伊就善；咱念头不善，伊就不善。这件代志，十几年前，日本冈本博士用水实验，水是矿物啦，实验出来啊，啊，这个水啊，会看，会听，会了解人的意思。啊，咱人的身体75%是水分啦、啊。咱的心情，整个身体有变化，心情无好，啊，你就搞病咯。这病对家来啊，一天甲唔欢喜的人，伊袂破病，伊欢喜充满啦，伊的细胞都是快乐呀。每天若是油头苦面啊，迄细胞啊就会带病毒咯。同款一个道理，山河大地啊，地球咱念头咧变，所以你拢总甲这事实真创清楚、创明白，啊，你就知影，整个宇宙是福是祸，是善是恶啊，拢是自作自受啊，即袂当怪人啊。无人做主宰，是家己念头伫咧做主宰。伊念善，无一项不善啦、啊；伊念恶啊，无一项不恶的，拢是念头啊。所以教育就太重要了。释迦牟尼佛开悟了后，一生啊，重视教学。这咱伫个经典有看到啊。伊是王子出身，下起王位啊！伊去求学，十九岁出去求学，30岁开悟。啊，开悟了后就从事教学，79岁走的啊，教学49年啊，刚经305岁啊，这个305岁就是咱今仔讲办班。伊先办班，
三百外摆，教学49年，一心教学啊，伊甲宗教不相干啊。佛菩萨阿罗汉，这是佛教内面三个学位的名称啊。就那像咱今仔讲的，学法内底博士、学士、学士三个学位的名称。这个学位，大家人拢会当去摕到。所以佛才会讲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、啊，佛法也是平等的。今仔日，释迦牟尼佛甲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咱才知影讲西方极乐世界内底无政府啊，这个世界内底无去供着国王啊，也无供着大神，也无供着这个社会这个形态啊，国家政府拢无供着啊，典章制度拢无啊。是讲什么呢？一本书啊，看完了后呢，叫世界啊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学生，纯粹教育啊。啊，阿弥陀佛是老师，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人，拢是菩萨啦、啊，菩萨是学生啊。所以极乐世界是一个大的学校啊。好远啊！恁去还要去创什么呢？去求学啊！完成你的学业毕业了，这学位就摕到，毕业就成佛，你就摕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学位啊。然后啊，你就会对呀、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无共世界内面啊，你去啊教化众生。这佛门上讲的，多位有缘就去多位去啊。所以智慧辩才啊，是伫佛法内面啊，大圣啊是爱取到的啊。伊是以智慧为中心，为体，辩才为用，辩才就教学方法啦。智慧是什么呢？对有。整个宇宙人生彻底明了，这是智慧啊！今仔咱讲科学甲哲学，甲咱真正好运啊！所以感谢老师啊！我每天咧上课，已经对老师敬礼啊！无老师，永远都唔拜呀！老师带予咱一生，真正是人生最高享受。这个经堆内面啊，清净平等觉啊，咱的心、精神无被染污，永远住在平等啊，隔离不灭啊，这都是最高的享受。最高的享受甲名闻利用是不相干呐、啊。别离不觉，这就讲到迷信咯。什么是迷信？事实真相无从清楚，你相信伊就是迷信，你唔相信伊嘛是迷信。无从清楚啊，信甲无信，拢总是迷信啊。啊，一个是迷相信，一个是迷唔相信，所以拢总是迷信。什么是正信呢？拢总从清楚、从明白，你相信伊就是正信，唔相信也是正信。我从清楚了，你了解了。所以拢都爱把这个事实真相创清楚、创明白，才会用你啊。咱正宗啊，往生成佛
三个基本条件：信、愿、行。你若无甲经典创清楚、创明白，你相信阿弥陀佛，逐工念阿弥陀佛，迷信是正信啊。不过伊真正是好啊，你真好运啊，你哪会去拄着咧？无创清楚，你也信伊啊？啊，你啊认真去做，迄真难得啊，你真好运啊！啊，所以信了后一定爱改，这就是经教的，这个学习比什么都较重要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啊，毋捌变过发挥，无打过佛七，也无创过禅七。所以现在佛门内面的佛事活动，伊一生毋捌做过啊，一生就是教学啊，修行啊，修行你家己的代志啊，你创清楚、创明白了，安怎修你家己知影。老师免去甲你问啊，纯粹教学啊，所以正宗一定爱相信啊，创个清楚才会相信，无创清楚我是毋肯相信的啊。我这个人对于细汉啊，一定要将代志创个清楚、创明白，我才会相信啊。我信净土无容易啊！我最初信佛是信铁学，甲本先生学呀。以后对李老师咯，李老师将净土介绍给我，甲我看印光大师文钞啊，我甲文钞啊，读过了后呢，啊，我对有这个净土啊就未拜贴咯。但是我唔相信。我也是较爱铁学啊，伫大经大论内面来用功夫啊，真正相信啊，即个法门20年啊，研究佛经20年才相信啊，那也简单啊，所以我这人真歹度啊。你无真正顾名老师啊，老师教我编啊，你编袂赢我，你变哪教我呢？我是讲《华严经》，早年第一摆讲《华严经》，讲到一半，有一天忽然间想到，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，啊，咱后面这是《华严三经》啊。当中是毗卢遮那佛啦，两边都是文殊普贤啦。因是修什么款的法门呢？华严经啊，尾后现在东主53参，现在东主是学什么法门？经无讲完，就先到后面啊，对后面来看，这下就发现了。文殊普贤拢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53参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啊！这给我惊一跳啊！怎会拢总拢归净土啊？我对净土产生信心，对这来啊！所以是华严法华。灵验，这个大经大论，给我引来到净土来。我的三个老师拢无办法让我相信净土啊！啊，你是刚经差不多讲了20年的时阵，看到大经后面拢总是归净土。看到《楞严经》25万通，发现啊，这个大势至菩萨是特别的法门。这以前拢讲观音吗？无讲大势至啊。你细心观察，伊排列的次数是无同款，唔是按照这个次数排列，那就特别的法门。所以净土讲透彻了，
讲民兵咧相当不容易啊！啊，这部经我这摆啊是第十摆宣讲，这摆特别选黄连做的主解，讲主解，希望讲留一套啊完整的物件，和后来人做参考。经啊是下联基老技师汇集的。主咧，黄连做老技师，你生的这个心血啦、啊，我到晚年才去拄着，变做真正的同参道友啊！你过来弘扬这部经，伊一个人。伫海外弘扬这部经也是我一个人，阮拢大家非常啊艰辛的历程啊，非常无容易啊。阮伫美国出去联络着啊，也早年李老师，我跟李老师学教，知影有这个人。我认为讲已经是高龄了，已经无伫咧了。无想着讲伊即个你下无讲真多啊！李老师大我39岁，黄连乐只大我10几岁，我拢无想着讲伊遮尔少年啊！拄着了后，真正欢喜啊！讨论这部经内面一寡重要的这些问题啊，也伫佛法咧一般讲，大乘教内底性格行证，那讲你知影讲佛法内面啊修学的这种理念咧，这种原则啊，啊你就会。知影讲，佛法是完全符合科学的。你信了，信了后你就理解，理解以后啊，依照理解来去修行，你来做教啊，做教啊，你也才会当证到啊。这算讲是你真学到啊。你若无讲真正证到啊，你是假啊，你毋是真呢？呀，佛法到最后就是爱把证据提出来，你真系证着了，要证着是袂使算的，毋是真正成就啊！这个法门往生就是啊证据啊，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你就是啊阿弥陀菩萨咯。啊，有理论，有方法，啊，真正做诶人，依照即个方法去修学，伊啊是安怎去诶咧？伊无破病啊，伊知影倒一工要来去咯。啊，有真多啊是徛咧去诶，坐咧去诶。水上鱼游啊，咱拢捌看到呀，听讲的无算啊，真捌看到呀，真正依照这个经教去修学啊，需要偌济时间呢？对一般来讲，普通是一般3年啊。大概也是3、4年前，深圳黄忠昌技师就做实验，伊嘛是听我讲经听着的，我甲伊讲，对净土圣贤录
往神殿内面去看，我估计至少是三分之一到两分之一的人，那因修学的时间大概拢是三年，伊就去咯。所以伊就想讲实验一下，看三年是毋是真的是假。伫深圳来闭关，用小李技术，何止啊？就是讲照顾伊啊。两年十个月，还佫差两个月满三年啊，伊就有滴时机了，伊就知影了，真正去了，才三十出头尔。证明啊，一点仔都无假啊！这个世间哪个有甚物灾难，甲伊是不相干，已经走了，伊到叫了世界去了。迄、那个世界永远都无灾难啦、啊！这个少年人啊，是甲咱做一个好模样啊！跟你说这个事情是真的、啊、我在美国遇到几个在加州遇到一个老太太，我们常常有在说起的、啊、这个在加州有一个同学是少年人，不是老太太啊，这个人是一个查甫囡仔，啊，胆真大。伊伫美国读书啊，毕业了后伫美国教书，迄时阵伊咧教书，已经毕业了。租一间厝是鬼厝啊，半暝十二点的时阵啊，鬼就来了。来时阵臭甲要死去，这个同学啊，叫做江贵水。因老爸也是国民党时代上将，抗战的时间，啊，这个鬼来咯，来的时阵慢慢啦、啊，就要挖棍去啊，啊，迄、那个款式啦，就是讲是要甲抬啊，啊，要验命啊，伊就赶紧念阿弥陀佛啦，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啊，这个鬼距离大概一公尺，啊，无讲真远。一公尺的款，伊都唔敢挖来了，拼命念，念到天要光的时阵，鬼就走去了。第二天又再来，我就问伊讲：为什么你唔换一间厝呢？那是鬼厝就换一间嘛。伊讲无爱换，诶，对我有好处，我大家来督促我。啊，以后伊出家了，伊啊，美国的这个头路死去了，伊来台湾出家了。那绝对不是假啊！鬼甲有缘呐、啊，总是要讨债啊、讨命的啊，所以真正，欠命就爱害命，害人就爱害命，欠债啊，这个就爱害钱啊。啊，咱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就知影讲。一人伫世间，想要占人个便宜啊，那无可能；吃一点仔亏也无可能。因果同三世啊，这一生当中啊，伫咧占人个便宜啊，来生啊害人啊，还加利息啊。这一生吃亏，来生就报偿你啊。人害来时阵有果报啊，所以讲到这个占便宜啊、吃亏啊，无这款道理。所以古人讲，吃亏是福，特别啊是修行人。啊，修行人对这个世间无留恋呐。啊，咱确实想要移民去另外这个佛的国土。往生就是移民呐、啊。人肯定是无生死啊，人是未死啊。任何一个人拢无生死，身体有生死，灵魂啊是未死啊。啊，注意啊！啊，你有看到这本书无？
太沙军团东征中国之北，这真正是事实啊！人我捌看到，因来香港来看我，拢甲我见过面啊。所讲的话，甲我讲的代志，拢嘛是真的。因为迄个时阵，我拄好伫罗马，甲天主教的即个教皇有约，我去访问。我伫罗马就问当地即个人啊，这才是真的，啊，毋是假的。2700年前啊，即、这个军团当政的时阵，死伫中国啊，全军覆没啊，灵魂啊，你看2700年，遐幽灵啊，现在也非常活跃。来找我无办法帮助伊啊。国内有一个这技术，这人会帮助伊啊，也是真正找着咯。因要求啊，改起一个庙，因啊2000多年弄得这个孤魂野鬼，有魂啊，真可怜啊，真苦啊，现在改起一个庙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啊！这个教育界也翻做这个外国文啊，对全世界流通，会轰动全世界啊！甲人讲，人永远未死啊，但是这个互相残杀，冤冤相报无完无了啊！双方啊拢痛苦，何必做这款代志呢？所谓万分精修啊，一笔勾销了，安尼就对啊。所以咱讲到天文比，讲化解世界问题、社会问题，用什么呢？讲明仁义，用仁义的这个道理，用中西方法。也就是讲，东西方今仔日拄着遮大的灾难，拢嘛是因为个圣贤的教育疏忽了。东方中国传统的当物件淡掉了，结果阿国啊，将这个宗教教育拢淡掉了，所以会受着遮尼大的灾难。人无受过圣贤教育。做甚物歹代志，拢得原谅伊，毋通可以追究。所以用中枢，枢就是了事伊啊。做搁较重大即罪业，拢莫去追究咯，莫放喺心内。无论做甚物歹事，莫搁提起，用即方法，大家才会心安啦，社会才安定啊。唔通好遐个做做不善的人心内惊，安尼唔好啊！要让社会安定，大家好好啊斗阵啊，来学习啊传统教育，安尼就好了。传统教育哪讲会当学半年，你的信心就恢复了。即咱伫汤池做实验，会当讲做到一年，你完全就改变了。那一年了后，你有去一年了后，你再过来做犯法的代志，会当用法律来给你制裁。啊，现在你做犯法的代志，为什么不被制裁？你无教，无教给你啊，无教你啊，你犯法处罚你的这个时阵呢，啊，这是不义。啊，在中国古圣先贤心目当中，那是不义啊，你无教伊犯过失，你哪会当处罚伊呢？要加以后，伊那犯法处罚你，这会用你。这是今仔日的整个世界，拢都爱用中枢啊。陈文斌讲得无错，伊个仁义的理念，中枢的方法，大成是伊啊，真诚的基础，用慈悲的方法，来原谅伊啊。啊，法律原谅伊，国家原谅伊，社会原谅伊，伊要一个物件，啊，无办法原谅，是啥物？因果未原谅伊啊，
那是无办法的。因果，你做仙，你来生去天道咯。你愈去愈好啊！你做恶，你果报是第三途啊！这是咱做未到的代志啊。但是肯定是有啊，这毋是骗人，毋是咧吓惊人。所以咱想到这点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，伊如果做恶毋肯回头咧，伊来生对恶道的时阵偌可怜呢？你哪会当个忍心来去处罚伊咧？不忍心吗？所以法也是死的啊，毋是活的。法需要人啊，无人法袂当会独立。啊，这拢是中国古圣先的教诲。你讲法，地之多安呀，都、就是啊，治国平天下这个法律，特别是指国家宪法。这是啊，治国家的端呐、啊，主要的方法。但是人呢，人是法之源呀。人是什么？好人啊！贤人君子，这是法的根呐、啊，是法的源头啊。若讲无贤人君子，法了互歹人啊，摕到手咧，伊同款呢。诶，这道理还捌啦，所以中国历代讲究的是培养人，培养好人，我也是重要啊。但是啊，伊放在第二位，无放在第一位。人若是讲好人，法有所留，不足有缺陷，伊共款会做好事啊。所以中国古人就有讲：“以仁啊为本。”这个人是贤人君子，毋是讲别项，这一定都爱捌。也无贤人君子，什么制度拢毋好啊！啊，如果是贤人君子，任何制度拢是好的，无一项毋好啊。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啊，讲究什么呢？还是安怎甲人啊，要教的好，这是政治上第一件大事，要甲人教的好，要甲人教的好，大省爱甲国家领导人教的好，就是甲方向教好。诸位若是去看国内培养太子。你就知影讲，迄用心啊，偌苦的。皇帝后生将来要继承王位啊，对细汉爱受严格教育，啊，皇帝家己请三个老师。太师、太傅、太傅，这三师，这三老师管什么呢？太傅管生活教育的啊。咱今天讲健康啊，保健，太傅是管这个啊。太傅是管伦理道德教育，太师。是教伊即个学术智慧啊，将来办事的即个能力，就教即、这个这三师啊。三师拢是全国最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来担任。你看周瑜家开国的时阵，迄个典范，武王死的时阵啊，伊即个。武王死的时阵，因后生就是要成王这十岁啊。呀，这个三公啊，是什么人要来担任？太保吊公啊，
就是啊，周文王的小弟，太傅还是周公，文王的第二小弟，因三兄弟这是第二的。太叔是姜太公，这三个人啊，负责来培养下一代。啊，另外个十三个这孝叔，就是啊，孝父、孝父、孝叔。这三个人的阶级啊，用现在来讲是进步级，伊啊，干什么呢？啊，我用现在话来讲啊，大家较容易了解啊。教练，这三个教练，老师教的，学生是不是真正做教呢？因来陪着这个学生，爱家己啊做教落实，毋是讲听会晓念啊，会晓背啊，这不用呢，爱落实，爱做教。所以这三个孝叔啊，就是等于咱现在讲的教练。伊是啊，陪着这个小皇帝生活斗阵，一工教完来督促伊啊，这样你要用心来培养伊的下一代啊。文武百官内面的子弟优秀的选出来陪读啊，换一句话，下面有这小朝廷啊。皇上啊，宰相啊，各部领导人啊，就开始培养咯。哎，培养几十年啊，给训练出来，将来伊才会当接班呐、啊。所以你问我讲，什么制度较好？我赞成皇上啊，真正用心吗、啊？伊这演偌好啊，伊演偌好啊，国家全国第一流的好老师。啊，来呀、啊！教导伊，别人啊无得找啊，只有因有即个机会啊。啊，所以下面的即个条件就开始培养。然后皇帝过身了后，啊，伊来接班，生生世世拢会当遵守即个教训。伊这个哪会忘呢？无可能的代志啊！所以以前彭老师有甲我讲啊，酒类好啊，这拢是酒类啊。伊讲，如果酒家世世代代拢照这个去做咧，啊，今仔也是酒条，这咱会当相信啊，有理由相信，真用心，认真做，一点也袂含糊。呀，皇帝有故事，马上就纠正。伊袂当无听，念念为人民设想。你若无为人民设想，人民的起义来给你推翻。所以，周朝享国800多年啊！要教囡仔对都会教，有心的时阵就教，有心的时阵做老母的人，思想爱端正，袂使有邪念，讲话爱柔和，袂当有粗暴，为什么一样要太离啊？所以，十月怀胎的时阵，做老母一举一动啊，拢都爱合乎礼法，爱合礼啊。也都亲像现在地主给人们所讲，每一条拢爱做到，伊会影响胎儿啊。所以，囡仔生落来就真好教。现在有真侪少年的即个妈妈讲，囡仔真歹教咯，会当然歹教咯，你无教。你做细汉棍都无扎好啊，所以你读到古书啊，你就知影讲古人啊是偌用心的啊。啊，唐太宗会当啊，变作是伫中国历史上会使诶，讲是会使算讲是第一等嘛，呀嘛，算讲第二等明君啊，做皇帝。伊最大的特长，伊希望人啊，讲伊的故事，看到有故事的时阵，直接就甲伊讲，讲错了，伊嘛是欢喜啊，绝对袂甲你处罚。这条了不起啊！伊逐工会改过，逐工会自省啊。也有当时啊，嘛有人会玩弄伊啊。不凡这个故事也会批评伊啊，
伊也接受，袂处罚啦。伫边仔人看着不服啊，问伊讲你都无做即款代志，你为甚物会遐尼客气来接受？我若是讲对伊，若是无接受啊，来讲咧，惊以后就无人敢伫我面前啊讲我诶故事咯。你甲看人迄个心量啊，人诶智慧。做皇帝就是惊做一个昏君啊，无听到真诶物件，人伫你面前拢欺骗你啊，拢伫骗你啊，拢讲好听诶，也就真紧就亡国咯。所以贞观之治啊，得来是真无容易啊。啊，所以大乘佛法内底讲即个，讲即个修学啊，性戒行净，也无论你是学倒一个宗派，无论是学倒一个法门，佛家即个啊，典籍，远远超过一个大学，什么款的科目都拢有啊。3000外部的经典，等于讲是3000外种无同的这个学科啊。任何一种，拢会帮助你明心见性，啊，就是讲拢会帮助你提到佛陀的这个学位。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对于咱的终极的希望，毋是讲你摕到阿罗汉就会用你咯，摕到菩萨就好咯，毋是啊，我是希望讲你啊会通甲伊摕到共款的学位，啊，无即点仔私心。啊，所以咱肯定佛法是铁学，那是铁学，那现在学了60年咯。近代科学家因所布局甲经典上讲是完全共款，伊未当解决的问题，咱啊即个当解决。你譬如讲现代科学研究宏观宇宙的。因的布局，现在最尖端的这个仪器观察宇宙，实际上只会看到全宇宙的这个10%，也有90%无看到。安怎无看到呢？咱知影，佛经上讲得真清楚，迄90%走去倒位，大乘经上甲咱讲。回归自性咯，这伊都毋知影咯，咱知影。啊，自性毋是物质现象啊，也毋是精神现象，也毋是自然现象，所以你当然毋知咯。安怎才会知影呢？我甲人讲。你放下妄想，分别执着啊，你就会知影咯。啊，放下妄想，分别执着，你用真心，真心会看到真心。啊，你有妄想，分别执着，这是妄心，妄心是看袂到真心。所以最后即关啊，科学到即地当讲是达到极点咯，伊袂搁再有办法咯。如果进一步，伊就要用佛法；无用佛法，伊就无办法证到最后的这个真相。你讲对这个微观的这个世界，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因研究宇宙，研究上细这原子啊、电子啊、粒子，基本粒子、夸克，现在讲到量子。啊，量子呀，叫做小公主。
真可能就是即个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，物质内面上介细，极微之微啊。呀，物质的本质是啥物？看较现得清楚了。世间啊，绝对无物质这物件，物质是假，毋是真呢。这现象最多来的是精神现象啊，累积、连续、三性的幻想，这因得到结论了。甲大神经讲的是同款的。呀，精神现象对于倒来，伊的报告是无中生有啊。呀，无中为什么会生有呢？就解释不出来咯。这佛法来都有啊，也所以佛法哪讲是天学的最高峰，科学最高峰啊！啊，所以咱有理由相信，20-30年了后，佛经会互科学家肯定是世界上高等的科学，也即个科学家到最后。无依照佛经的这个方法，伊诶最后迄关就袂当突破了。啊，这精神对对来，啊，大乘教内面佛甲人讲，一念不觉，了无明啊，无明就是阿赖耶。所以无明不觉生三世，阿赖耶的三世相，阿赖耶的三世相，何以发现咯？但是阿赖耶的三世相对倒来呢？伊无办法，你只会使讲无中生有。佛甲人讲，对自性变现了，所以唯心所现，唯性所变。呀，因是愈来愈接近，真难得咯。呀，所以今年八月，有5位科学家伫雪梨因开2天的会，做出即个报告。即、這个报告头前的一半是讲因即个研究啊，即、這个结论的报告，咱即个看是甲佛法完全共款。后面一半是咧讲按怎要来应对呀？2012，在咱呐语言的问题啊，讲得非常的好。啊，所以宗教还回归到教育，这是真理啊。啊！因遐个仪轨，是毋是叫伊放弃呢？那莫安尼要求啊，安尼要求会对立啊，做袂到。啊，来兴顺众生，内面遐仪轨会当存在，但是遐个仪轨也是属于即个指导方面。是地漂泊的底本，呀，底本一定要教学，呀，希望所有宗教拢应该做建立起社会教育的这个重担，因为今仔日全世界，对幼稚园啊到研究所，无伦理的科目，无道德的科目，无因果的科目。所以，才会造成今仔日社会动乱。啊，这个课程非常重要啊！咱中国古圣先贤将这几个科目啊排在第一位。所以啊，和中国社会这几千年来的政治纠纷都立在这地。所以，宗教一定都要以教育为本。啊！以这仪轨为主，
啊，宗教啊，对于社会就有真大的贡献咯，有正面的影响，才袂讲被淘汰啊。那无来讲，确实是有被淘汰可能啊。爱因斯坦也把做给预言了，科学发达咯，理性原因，将来宗教会被淘汰，只有一个宗教未佛教啊，伊会甲科学啊相结合，这爱因斯坦讲的啊。这人看到咯。咱袂当讲毋知影，所以佛法伊究竟咧讲啥物呢？你讲天下，讲科学，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拢啊，讲到啊，究竟圆满。啊，所以佛教是中国概念当中的宗教。咱中国宗教这两年的意思好啊，但现在大家也拢模糊咯，模糊就变做了迷信咯。恁去查字典，中什么意思？搞什么意思？中医意思真多，主要有三个。第一个是主要的意思。第二个是重要意思，第三个是尊重的意思。教呢，教嘛有真侪意思啊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总共两字连起来，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重的教化。哪讲那个人类啊，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育。尊重的教化拢甲断掉，即、这个世界，哎，讲袂乱的道理咧，会乱成一团咯。解决的办法咧，爱甲即个教育啊，搁甲切断来，问题啊就会解决啦。中国今仔日遮尼复杂的局面，遐咱啊提倡传统文化。用偌济时间，中国会当恢复到太平啊！我的看法咧，极低啊，一年，乱200年，一年就会当恢复。凭啥物？凭啊，高科技，咱今仔有电视、卫星、有网络，用即个来干嘛？啊，每天伫电视台内面，甲即个课程送去每一个人兜去，伊同安尼学，学就一年，人生完全觉悟咯。即个社会就恢复，结束咯，恢复到安定和平咯。对全世界嘛是安尼啊。这是外国人所讲的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，是中国人什么世纪？中国人传统啊，教学的世纪，会救中国，会救全世界啊！要若真正要做，也都要做个示范点，无点啊，人是毋相信的。啊！咱过去伫汤池做这示范点，是互联合国逼出来啊！啊！咱从来都无想着要做即款代志啊！只是代表学校、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即个和平会议，啊！咱甲中国是几千年来即个老方法，
提出来向大家报告，大家听得真欢喜，这闻所未闻啊，从来都毋捌听讲过，听得真欢喜。但是散会，阮斗阵咧开讲，斗阵食饭，伊就提出问题来了，用法师你讲个真好，这是理想啊，做袂到啊。这句话真正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重棒啊！伊唔相信那边安怎呢？哎，敢是白讲呢？所以我就想着讲，一定要创一个实验点，做出来给你看，你就会相信。我嘛无想着讲这个实验点会这么紧成功。最初啊，我的想象当中。总得两年呀、啊，到三年才会看到这个效果。无想到讲三四个月，那就这么好的效果了。呀，我感觉真着惊，啊，阮这老师也真着惊。所以大家就感觉到人民哪会这么好教呢？就是啊，无人教。这个教学成功咯，这是祖宗啊，保佑啊，佛菩萨保佑啊！啊，阮迄个时阵想讲成果出来咯，要安怎会当推向啊？这个联合国来去联合国来去做报告呢？这代志真困难啊，唔是容易代志。无想着讲啊，两个月了后联合国。哎、啊，因来找我，这就好办咯。所以这天意啊，不是咧，我个人有什么力量啊？当地做成功也是老祖宗之德，好咧加持啊！我哪有这种能力啊？所以这袂当故宫咧，连阿哥找我，因将来都唔要去拄着宗教。这摆的主题变到这宗教，既然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，主题是啊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，这款的主题啊来找我，佮邀请我做主办单位，这真正不容易啊！一般啊就真困难咯，这摆做主办单位，哇，我唔敢相信。因联合国找是会员国，那会找到我来呢？然后我派三个人去巴黎，到他们总部去探听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去巴黎了解了这个状况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伊找是泰国，然后我就明白了，泰国是佛教啊，佛教是泰国的国教。既然释迦牟尼佛一定去找泰国，那找我做主办单位是泰国大赛，向联合国建议，邀请我也去参加做主办单位。所以，迄摆活动主办单位是五个：第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第二个就是泰国啊，泰国啊推荐我做第三个，后面了两个啊。阿人真谦虚，将迄两个个推喺头前，阿人摆喺后面。所以咱伫即摆即活动嘅内面啊，要求8小时，可能做即实验嘅报告，非常不容易啊！出嚟向老师，他们主讲啊，主讲4小时，另外两位老师。这老师2小时，总共8小时，介绍汤迪，也伫联合国做了3日的展览，效果真好啊！中国的物件真好啊！感动，做联合国的大赛，192个国家，啊，这大赛，拢希望讲有机会去汤迪去考察。去观摩，
啊，这个代志做成功了，非常可惜啊！咱这个当地这个关内面的这个领导，无这个胆量，唔敢接受啊，所以啊，就甲这个代志推迟咯。讲100外个国家的大赛要来咱食，啊，咱袂当应付啊。迄时阵我就甲伊分做5批啊，互伊退出啊。第一个退出签证啊，拢退掉了。啊，咱这地方领导啊，讲这是真的啊，这毋是假啊。名单传来咯，但是啊，佫是拒绝。也虽然拒绝，伊用家己私人的身份来中国来观光旅游，私人的身份来罗岗去参观旅游，二十外位大使，伊啊真正看到咯，所以这毋是假啊。假的。拢是属于经典内面所讲的无界辩才，呀，无界辩才的基础呢是智慧，真实智慧。你这甲人说服啊，现在说服人真困难呐、啊，无做一个好样出来，你呀、啊、就袂当甲人说服。伊现在相信科学啊，科学是甚物呢？科学提证据来啊！我必须亲眼看到，亲身去接触到，我才会相信。啊，所以佛法啦，拄好也是要要求这点。佛法是要求你做到，你做袂到就无算。假如你会当做到，你就会得定，你心就清净。那清净心得到了后，你会保持一段时期，就会开智慧。古早时阵的中国跟印度，无论是宗教，无论是一般学术教学，拢遵守这个。完结，先是归故，然后对清净心、低心，最后智慧开了，智慧一个开，全部就拢通达了，你拢明了了。啊，这里面最重要是放下，智慧是咱家己自性内底本来有的啊，毋是对外面来。啊，所以佛地华严经常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无例外。所有一切众生，拢甲佛陀啊，甲如来同款的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对众生来讲，上帝也阁袂用。上帝讲伊无所不知，迄是赞叹伊，迄毋是真呢？自性啊是真的，只要你明心见性，你真正什么拢通达，你拢明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法拢对自性变的，你把迄个灵变的掌握着，所变那会讲毋知影呢？当然知影咯。啊，尤其是现在这个，物理学家，无论是讲宏观宇宙，是讲量子力学，在佛经上讲的几乎是拢是一致的，就是讲最后一关啊，因啊，无办法通突破啊。啊，精神对倒位来，无中生有，这暗示袂当互人心服口服啊。
啊，所以那是通过禅定智慧就会明白。所以我倒转来学大乘啊，学大乘，迄速度就比咱较紧。啊，伊啊，真紧就会成就圆满智慧，迄就是佛陀的教育啊。啊，即四种无碍边，下面讲四无碍。第一个是法无碍，法是名、故、文。啊，名是名相，咱今讲是名俗俗语。这个故是言语，这一句一句，迄文是一段一段。你看，对于名相啊，造成故，对于故造成叫文，这是讲临转的教法，都、就是教学的方法啦、啊。包括所谓教科书，所谓教科书拢是上有这个法啦、啊。啊！你对这个通达无碍，所以，咱啊对这所在，就想着咱传统的这好物件，伫现今这个社会。怎样学习？怎样运用？帮助国家，帮助社会，量体求安。帮助国家，帮助社会，阁有一摆大规模的盛世出现。真正是领导全世界。这真的不是假，我伫头前也有甲诸位讲着，我感觉这是祖宗加持啊，佛菩萨的保庇啊，哦，咱啊，想想古迹内底有两部重要的这个参考书出现了。第一部是唐太宗编的，唐太宗对十六岁将军拍剑，要做皇帝咯，他个主无罪啊。第一国啊，无学问是袂用的啊，啊，若无智慧，无学问，无道德。无方法啦、啊，无经验，你免哪治国呢？所以，必须向高人去求啊。所以，下诏书啊，何贵丁啊，何贵丁成立这个小组，啊，中国古的物件，对三皇五帝一直到隋朝，隋是头前一个朝代啊。这2000多年，这经书内底、历史内底，也佫包括诸子百家，因伫即个典籍内底，关有修身的，关有齐家、治国的，平定天下，平天下就是咱今安尼讲和谐世界，你就了解了。会当啊，做到世界各个国家咧，各个族群和谐相处，即个智慧啊、经验啊、方法，拢伫古书内底个抄出来，抄出一本叫做《军书治要
这个字变成了后，定有时讲啊，念这部字就是甲三皇五帝到隋朝中的物件拢全读了。这真正聪明啊，真有智慧，想出这款的一套物件来。这部大概50多万字，变成了后，董太宗就不习惯了。第一国就用这个办法了，所以大同帝国这代盛世，就无主起真大的作用啊！可是这无主东条灭亡了后，在中国就失传了。迄个时阵呢，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。周边这些国家，在中国留学的学生非常多。唐朝的时阵无印刷术，主拢是用手抄的、手写的本，数量无多，互人砸断去了。所以在中国找无啊。唐书啊，这个宋书，元明清这些野文字内底，连这书的目录都无啊。四库也无这个书，以后才知影讲伫日本啦、啊。嘉庆年间，日本对于中国皇帝上礼，就是进贡，内面有一套啊，这个、中国人才知影。对日本传来中国，估计有超过10套。所以他也少了，知影人无罪啊。当时伫民国初年，应该是伫90年前的款啊，我也未出世啊。像武印书馆拄拄创办，这些人甲日本的、这个原本啊，甲欢迎咯。另外排版也改印出来了，两种不同的版本啦、啊，拢是伫差不多80年前的这个代志。这个好主啊，真系帝国平天下。我常常在念，常常在想，竟然啊，就有动手，伊也帮助我去找。切掉寄来我家来，哇，订了2套啊！现在我甲伊交予台湾世界书局印10万套，我这10万套印出来了，我送3000套予共产党，送1000套予国民党，送1000套予民进党。希望和平统一啦、啊！大家呀、啊，拢是共一家人啊。另外说，剩落来，我会送予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领导人。我是希望讲，大概每一个国家会当去分到20套。呀，中国文化帮助全世界安定社会。恢复和平啊！我来做这个工作，就非常有意义啊！所以我伫咧想啊，明年啊，这个我委托联合国台湾去送啊，每一个国家送一份大礼，甲中国文化传到全世界。我这个大礼是真大。送一套四库会要，送20套军书地要，甲国学地要，送20套。呀，我哥要送一对囡仔，重个啊！我现在伫国内伫咧做，做200套。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送伊啊，2个囡仔重印。
诶，这是放大的，注意看到我这是放大的。这内面刻的就是神爱世人，和平天下啊，上每一个国家的总统啊，这个因呢，就是滕文碧先生所讲的孔明学说。甲大乘佛法，孔明仁义忠恕，大乘真诚慈悲，这两粒人因啊，三种珠啊，是真大的礼物啊！希望全世界会当伫传统文化内面，会伫世界永久的安定和平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咯。咱就学习到这点。